诶喏，台东县呢现在达人乡一现在台湾部落，俺们的诶，西米诺山姆达人在做马拉昆的姊妹会呢没有，我想达人在打了把山姆达人在把古着哇，伊米达现在在马祖做马达，最好做俺们的马昆那白东的现在马祖做马，各个呢现在台湾社区发展协会，阿多白西安达现在做很多都是马达人做，俺们达人在没有，遐的俺们达人在遐，阿尔的只达现在做火山人伊。 俺们在现在做做的那部，得到了三等奖，一米在现在做勇士及精英，那么那么就得等个，买着某某在现在遐地摊哦，也要是个现在买着做么，我就三等奖做，我做他们买一只好，俺们在对方啊，还得在现在，我那不分个心意。我制作的过程呢，先差不多采集有五个节，的这个次组。 然后呢，把它剖开来，分成好几片，但是不是说一个竹子就可以完成，还有辅助的竹子才能够把这个卡路绒用得更密集、更结实。因为妈咪有一暗灯子，我不得在现在旁边的，可是暗灯子就爸爸说是暗灯子用的，我就带你去做卡板啊。把这边说，我和妈咪的暗灯子，我可是去暗灯子，底下也要是现在我。 诶，喏，台东诶，现在达人乡诶，现在台板村，俺们的外面的现在很多都是说，俺们的每一年现在合川新手对清溪呼吸活动，因为我们的来我才说，妈咪他们等着把这边他们等着，妈咪在那里太阳，要是个俺们的了安排好，俺们的路在最好好阿爸奥托姆啊。这个卡路龙通常捕捞的季节都是在枯水期，也就是说。 大概台风季节过后，啊，那个水淡水比较少的时候，就把那个水做成一个 V 型集中，然后集中成一个急流，然后把卡路龙氧度做成差不多15度，然后靠那个急流的冲刷力量，把乙虾蟹啊冲到卡路龙里面，啊，它就不会出来。 比如那东说呢说，阿不西现在马拉克那村委会什么在非，因为台湾西阿只是苗工，但呢把我们等着，当然把工作啊，因为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现在当呢，我说上等着把我为阿那老西苗生在现在就台湾西，诶，或是阿会那上等着，比如那东说呢阿不西，因为上等着，阿或者阿都在阿个工等着做下等呢，每当诶上等对不去在现在就。 盖岸在现在就没新的村内么？俺们等着没有，还有么没建着，还有的只能做一下。办理这个只是希望我们的年轻人，当他在体验的时候，当他在亲近大自然的时候，很直接的感受到生长在自己的土地上是非常自由、非常幸福。 看，因为我们今天是带我们的小朋友一起过来学习，所以小孩子，我们的小朋友有可能就是说，从这个当中学习到说，原来传统的渔猎是这样的做法。啊，我其实我今天也是来学习的。 好玩。以前的老人家怎么捕鱼的？啊，怎么做龙那个虾龙？年轻人就会来河里捕鱼，然后用传统的方式，用那个熟路龙，然后要记得垃圾要丢掉，维护河溪。伊米在现在遐，慢慢的南丹在地太阳，要是过后，在那红色半丹在，也会描述那在现在做下单的啵。 而且说，周代现在台湾部落，而且说你们等着，以后还要要在那什么什么，那不古人那现在就怎么会乎？因为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现在，因为买着现在北头头么，晚上那咱们等着就打的在那黑咱们等着就不把村民那喜欢的暖了哦，我就说你们买着，而且吃了周代现在就达成，得了嘛，咱们等着对付啊，你把他们的，我买了，儿子在不分个单位，阿爸不准便宜。